好，肯定咯，就是台湾上南的所在，这就是鹅銮鼻啊。鹅銮鼻有啥物？有上南的灯塔，遐你就住伫遮。哇塞，哪里 ？OK， 即卖就来找翕相的海边，才嘛会当翕到灯塔。啊，不过风烧头啊吧。肯定的风比落干搁较头诶，除了两山峰，搁有足大的海风。OK， 这就是西沙湾，就是这些这些的沙滩安尼。哇塞，那个沙子打到打。沙子弄到我的身体足痛的，我不能了。对啊，拍照哦。哇，白沙湾的边的小吃店，吃炒饭，炒饭。我是翁来肉丝叉饭，翁来肉丝是中文哦。翁来把手，把手是肉，是肉松。你可以给我吃饭吗？不要再学台语了。你手写。这个是长头桥，大家敢知长头甲恒春的关系吗？恒春街有两个特色，一个就是落山风，就是即摆一直咧吹的，因为中央山脉到遮就已经变低，东北季风就直接吹入来。所以吃的落山风就有够大的，来吃你不要穿薄啊，地薄啊，来吃你不要地薄啊，一定会飞起。第二个特色就是苍桃，你们看看那边这个集货区，为什么苍桃出产这么多呢？因为落山风太大，所以苍桃的枝叶无法度发出来，变成伊的苍桃就有够大、有够低，所以食的苍桃就是好食哦。四界拢是飘飘的苍桃的皮。恒春街的古城已经是二级古迹诶，东南西北的门拢保存足完整，就是恒春街了。这是伊的南门。快去行老街咯，中山老街。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要睡中昼，很忝的。大家都在摆这个蛋酥饼，他说他不是炸蛋饼的。嗯，没听到。切切来，这有嫩的。然后我加的料是葱头。嗯，脆脆，口感是饼，但是要蛋很久啊。哎，西门可以上去哎，会啊，我也要上去。哇，我感觉这个西门足惨的，伊的顶管好了，车弄掉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唔卖个弄西门了。天要暗嘛，阮去看一个寄居蟹。附近的寄居蟹会来吃瓦卡。他们说他们为了这个，所以叫餐厅他们吃完所有的螺都把它来丢在这里。寄居蟹来算业主哦。来算哦。变较水的，变较大的，那唔免逐天拢来瓦卡。大家要继续保护寄居蟹哦。我本来要去墾丁大街找我的暗顿，但是踅来踅去拢无爱到，后来就走去恒春夜市，在地人才会来的夜市，一个礼拜只有开一日，一天遇到，缘分来的，所以就来恒春夜市 explore 一下，Go！ 哇塞，人足多。
这个应该是全台乐沙风上大的夜市，因为其他夜市没有啊。你是咧？我觉得一直有很大风哎。哇，这人足多，我足欢喜耶！哇塞，伊阁有足多足长的分支哎，主街已经很长了，分支嘛是足多。唔知要食啥物诶，真诶唔知。结果我嘛无食啥物特别的小吃，凊彩食食尔。